这是第一个的心跳红点哈，第二个红点在这里，第三个红点在这里，所以有一胞胎、两胞胎、三胞胎。第一个心跳，第二个心跳，第三个心跳。还是那种算不知道什么，你应该是属于体显性哦。如果照你爸爸奶奶，应该是什么体染色体什么的，对，显性。因为我是我奶奶，是我奶奶才有病嘛，我舅公有病啊，叔公啊，叔公有病，跟我奶奶。你拿哪一本是？这个是那个 CMT 他们自己做的，那个他们做的那个。翻的没办法用抓的，这可能前面你抓抓看，有没有？他跟我抓法不太一样。对，对，他的大拇指可以压着，我的不行啊，我一定要这样拿，有时候还很难拿。那是因为现在这里是平的，如果这里不太，还蛮难翻的。你的那个爪型好像不怎么明显。不容易，你说不容易并拢是肌肉萎缩吗？就合不起来。我写我名字啊。你不要不写名字，不写播音部长就好了。好。因为这是你的隐私。因为我觉得还 OK 啊。现在是还 OK 啦，到后面会抖得比较严重。可是你现在会抖吗？现在不太会，只是写的不像一般人这样。我姐写的比我更正。你写的字还比我还好看啊。我姐写的字比我更正。你手伸，你如果比放开手的放开，就这样。那个啦。有吗？你要那个什么零钱啊？对。这个肌肉为什么好像垮下去？没有肉了，就萎缩掉了。你用那个零钱，你没办法。我们这没办法、啊、这样，没有，这里没力啊，虎口没力。那你这样，你现在可以。就抓零钱，我没办法，很容易抓起来，我要用翻的，对，哦，对对对，我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一下拿就拿起来，我要用指甲把它抠起来，把它撑起来才拿起来。那我握，你看我是这样握，我不是像你们用两个指尖握，我两个指尖握其实没什么力，我握不太住了。你看我大拇指没什么力，照理说你们握可以这样握，我不行。哦，你那个是弯的。对，你看我没什么力。我这个里没什么力，所以其实要有力应该是这样握着。对，你要拿零钱应该是要这样拿嘛。
照理说是要这样拿。你在发现零钱是医师跟你讲的，还是你自己发现的？你是说哦？你说这个零钱啊？对啊，这平常我们有时候零钱掉了，自己要捡，当然就自己知道生活上哪里不方便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过你这个肌肉萎缩的真的蛮明显，这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手都没肉啊，你看都剩骨头了、啊。手应该不会发抖嘛？手到后面不太好握东西啦、啊。你发展到这边的肌肉萎缩大概多久的时间？就从青春期开始越来越严重，我妈是说青春期之前好一点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的青春期，我之前肉还比较多啊，之前肉还比较多。所以你已经发病了，大概十几年了吧，超过十五年应该有了，应该十七八年以上。那他这个病的国小了，时间算很缓慢。那你奶奶坐轮椅，她现在几岁？我奶奶七十五岁。就才去帮我们做的，那也是长荣，哎、欸，不是长荣啦，荣总啦，荣总的医师。这个也是你爸妈一两年前的。你这个袜子是故意穿的，对。其实我脚已经没什么功能了，翘不起来了。它是因为后来才变形的。哎、欸，那你脚有没有办法一二三拇指头伸？没有办法，完全不能动了。我连这里踝关节都没办法动了。你这个蛮典型的弓状瘤呢。有啦，就有啦，就是这边都凹进去啦。跌倒，半道就跌倒，可以往后退也会跌倒。拉这样不行，都不行，不能蹲。哦，那你这个是伤痕累累的。嗯，你昨天在那个医院门口这样一摔，我就跌下去，因为刚好有一个街嘛。那你如果脚的支撑力没再多放一点，它就会那个。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撞到我们院的那个玻璃，那个玻璃是黄弹玻璃，哦，这个就很明显呢。对啊，一样啊，都一样。欸、你的小腿比你太太的小腿还粗哎，比我还细啊！对啊，他已经算细了，我比他还要细啊。哎、欸，那他就只有仅止于膝盖而已吗？